我们要去吃什么？吃炒冷鸡。大排档。要先洗碗。对。这个就是类似台湾的快炒。再加那个葱。这个猪油拌饭超好吃的。哇。超脆超香的，好喜欢他们的辣椒。糯米饭。哇，不滋不滋的。它是用虾酱下去炒的。这是黑流沙包。这个才是正港嘛。最后一口。现在要去吃晚餐了，我们要去吃什么？吃炒冷鸡。哦，我不会讲那个国语，就是讲。反正就是香港的快炒就对了。对。好，趁现在人不多，快跑！这些都是绕跑的人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是这台吗？对的。是这个方向。回去只有一个方向啊。哦，这样一定不会满的啊，不用怕了。好，耶，成功，转车，转车喽。满仓。吃饭喽，大排档。有。终于来一个比较正常的地方了。好多人哦。要先洗碗，对，啊，洗一洗到在里面，对，哦，啊，这个可以喝吗？不能，不能，哦，洗碗用的，对，对哦，燃气大排档，你这个国语怎么读啊？燃气，这个就是类似台湾的快炒。哦，超多啊，赞哦！介绍一下这是什么饭？猪油拌饭。猪油拌饭。猪油，然后葱跟香菜。好，来。下酱油。哦，是这样的哦。对。然后再下猪油。加那个葱。哦。你看你要下多少？全家。全家。嗯。两个都全家。动作太慢了哦，不及格。然后拌一拌了。把它拌均匀。这个我等一下拌就好了。好，那你自己拌，然后不够味道你就再加酱油就好。酱油应该够了。好香耶。赞哦，好吃。来吃一口，吃给观众看。哦，好吃啊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生炒糯米饭。生炒糯米饭。我不知道，就直接吃就好了。好吃。是黑流沙包，哇，好黑哦！那也要盖着，等一下吃啊。糖醋排骨，跟台式的不一样吧？嗯。这个猪油拌饭超好吃的，有人
香的。来吃个干锅，麻辣干锅。不是啊，不是，蔬菜什么？就是野菜花炒那个茴香肉，回锅肉啊，回锅。花椰菜炒生成肉，回锅肉。然后是用麻辣下去炒的，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香辣而已。好香啊！是脆脆的花椰菜。嗯，超脆超香的，那个香辣很香。好喜欢他们的辣椒，跟台湾的完全不一样。哇，不滋不滋的，帮你加个一个起来，特写一下。香港的煲仔菜，你说它是用什么？虾酱。哦，它是用虾酱下去炒的，很香。吃起来就很像台湾的空心菜，有像？这是空心菜。哦，这是空心菜。比较粗哎、欸。对啊，它是比台湾的粗哎、欸。虾酱来炒的话，它会有点辣辣的。哦。跟台湾的空心菜不一样。嗯、好爽哦。这两个是不同的炒法。这个是下了虾酱，然后再加一点干辣椒，不是干辣椒，有点辣的椒丝下去炒的。这个是干辣椒，然后有三色椒爆炒，然后再上锅。哦，两个都很好吃。会流吗？不会流就不及格。会。哇，这个才是正港啊。要用单眼拍。要把它挖回去了。吃饱啦，各位，赞、嗯！最后一口，哦、吃饱喝足，回家休息。那今天迪士尼一日游的行程差不多到这里了。刚才去吃了那一间大排档，真的觉得超赞，跟台湾的快炒一样，只是呢他们的辣椒真的是超香超好吃，还有那个猪油拌饭超推，哇，吃的超满足的啦。那今天真的很累啊，然后女朋友先回家拿东西啦，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回去酒店咯，带你们看一下夜晚的香港市区，夜晚的香港市区。